人到中年为何就会发福？人到中年，眼瞅着自己臂膀粗了，腰围长了，自己的啤酒肚也就凸了出来。在医学上，人一旦到了25岁之后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受到激素水平的影响，脂肪的合成和储存就会越来越倾向于在腰腹部，于是便在发福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。若此时不控制饮食，又不加强运动，整个人就像吹气球一样越绊起来。而越八越半人群率正在逐年增加，越八越半不但影响人的身材，且对身体健康也有很多的危害。明明我都已经调整饮食，为何我还是会发越半？面对自己肚腩三层，很多人会采取调整饮食的方式达到瘦身的效果，比如只吃水果蔬菜，不吃主食。可是有很多人会发现，即使只吃水果，身体照样越八越半瘦不下来，而且反而还越吃越半。但事实上，有些水果可比吃肉还容易越半，然而好多人去拿它们还在减越八。究竟哪些水果热量较高呢？吃了容易变越半呢？一、椰子。椰子富含脂肪、蛋白质、维生素 C 以及糖类和各种微量元素，但椰子中所含的热量非常高，每100克的椰子中含有241大卡热量，相当于2.1碗米饭，在热量水果排名中为第一位，脂肪、糖分都很高，若不想发越半就少吃点椰肉吧。顺便说一句，椰汁可不能丰胸。二、酪梨。被不少城里的文艺青年都喜好的酪梨，富含丰富的脂肪、蛋白质、维生素以及钙、钾等微量元素，能够预防脑中风、动脉硬化，还可以起到预防贫血的效果。但酪梨所含的热量相当于 1.4 倍米饭的量，每100克酪梨中含有161大卡热量，平均脂肪含量是 15%， 比猪肉的含量还要高。另外，除了越八越半，酪梨吃多了还会带来一个致命问题，对钱包可不友好。三、硫。硫富含多种营养元素、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、膳食纤维、维生素 C 等，但硫所含的热量也是很高，每100克硫含有147大卡热量，等于1.3倍米饭，脂肪含量也非常的高。四、菠萝蜜。菠萝蜜也是一种比较受欢迎的热带水果，含有大量的糖类以及维生素 C 等成分，每100克菠萝蜜所含的热量是105大卡。虽然比前几类水果较低，但菠萝蜜所含糖分非常高，如果摄入过多糖分，就会导致体内热量增多，出现越八越半问题。五、香蕉。要把香蕉归到这里，却是有些疑惑。因为本身香蕉的热量并不算太高，每100克热量在89大卡，但含糖量却不少，有22克的糖分，所以一不留神吃多了，可能会导致我们不断变越半。运动员、健身爱好者为何又经常吃香蕉呢？
由于香蕉含钾量丰富，每100克的香蕉中就含有260mg 的钾，是一些运动型功能饮料的10倍。由于剧烈运动出汗较多，人体失去大量水分的同时，钾离子浓度也逐渐降低，而本身钾离子是负责维持体液平衡以及放松肌肉。若在运动前吃一份香蕉，可以很好预防抽筋，也能帮助肌肉放松。除了香蕉，含糖量的水果也不少，比如柿子每100克就含有 18.5 克糖分，石榴每100克就含有 18.7 克糖分，山楂每100克就含有 25.1 克糖分。其中糖分最大的是仙枣，每100克竟然达到了 30.5mg 的糖。而号称糖分大王的西瓜，含糖量也才只有 6.2， 这就说明水果并不是越甜，含糖量越高。要想减越吧，咱们还得需要运动饮食结合。在水果的选择上，可以选择热量较低的水果，比如葡萄柚，每100克所含42大卡热量，橙子10克含有48大卡热量，苹果10克所含54大卡，猴桃100克含有61大卡。这些水果为低热量水果，在减月八期间可以适当食用，但也不要过量，以免损伤到胃肠。而最重要的两个黄金减月八时间，一是趁早，二是现在。所以啊，掌握科学的饮食和运动方法，行动起来吧。